公主，您看一下头饰满不满意？很满意啊，谢谢希尔。公主开心，希尔就开心。再两天，秦斑毒就可以去除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哎，希尔究竟在干什么？时辰不早了，今日可是我东岳初次进宫，误了时辰，就是对新明皇的不敬。皇兄。啊，星儿。我今天是不是比平常格外好看啊？时辰不早了，不能让西冥等急了。皇兄，我们怎么去啊？备了马车，有一段路。啊！完了，马车。